年后，随着销量的上升，一方家产品供不应求，车间的小伙伴们已经连续加班了一个多月。感谢车间伙伴们的积极配合与付出，公司取得的成绩有你们的一份汗水。喜报喜报，最近一方家产品好事连连，名扬海内外，欧斯诺品牌荣登俄罗斯海外 Publish Pro 杂志，书中详细介绍了机器外观和内部结构，高度评价了优秀的打印画质。另外，国内沈阳电视台新闻节目也报道了一方平板打印机导带机产品啦。由此看来，我们一方家的产品深受海内外客户的信赖。经过外贸部团队的多日精心准备，德国 FESPA 参展物品顺利装柜。德国 FESPA 展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展会，咱们一方家已多年参展，并与国外 EFI、SWISSQ 等知名大牌同台竞技，期待五月份德国展会一方外贸部团队大获全胜。一方周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